很久很久以前的大墟，晚上能看见许多亮晶晶的，叫做星星的东西。后来，黑暗降临，神灵和星星就消失了，只留下刻着神灵模样的石像。人们都说，神灵抛弃了大墟这块土地，我们是被神灵忘记的一群人。 只要有信念，凡体即霸体。人之器皿，格杀勿论。与其鬼神祈怜，不如站着做自己的神。